等一会儿。是骗局，他给我的承诺也是安抚吗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相信，是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妈，我妈她很快会葬在这里。我跟小磊都会去上学。唐可凡，他也会娶我。是你在骗我。金飞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都让了吗？我不出现，我不让他们难堪，我不要钱，我遗产全部都给他们。这么乖，我都让了吗？他们不会这样对我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不会这样对我的，不会这样对我的，他们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不哭，不哭。
我实在是太委屈了。唐可凡呢？他也是工具吗？他也是吗？他对我的爱也是骗局？他给我的承诺也是安抚吗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相信是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妈，我妈她很快会葬在这里。我跟小磊都会去上学，唐可凡他也会娶我。是你在骗我。金飞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都让了吗？我不出现，我不让他们难堪，我不要钱，我遗产全。你快进去啊！爸，你看着小磊啊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去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是骗局。站住！谁让你走出来的？我要尿尿。你要再不听话，我放狗咬你啊！哎，这是你儿子？我没那么晦气。哎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这是亲戚家的孩子。这孩子有问题啊！看着这么大个。坏了，傻子！哦，傻子，怎么个傻子？哎，我要尿尿。傻子，尿尿。我傻子，傻子，我要尿尿。
位来宾，各位先进，在毛衣皇后选美会之前，先有请张氏纺织的董事长，我的母亲佟太太张玉英女士为大家讲几句，大家欢迎。各位老朋友们，我们许久不见了，镇海深情爱热闹，总是变着花样想尽名目让大家聚在一块儿。现在镇海走了5年了，孩子们想念他们的父亲，也怀念镇海生前的热闹，也就循着他们父亲的风格办了这个纪念会。谁都知道镇海爱漂亮，孩子们就寻思着就办个选美会吧，弄他一屋子的漂亮姑娘，让镇海在天上看了都开心。爸爸，给我，爸爸，哥哥，给我，来，给我，爸爸，给我，你叫爸爸来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说的傻吧？给我，又有糖吃，你救他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看，爸爸，给我，傻子，给我，爸爸，叫爸爸，给我，爸爸，叫爸爸。在这儿了，孩子们想念你，我和应瑶，我们也想念你。谁都知道易瑶早就是佟家的人了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易瑶和佟家的缘分是命中注定，因镇海而结，因镇海而演。借着今天的聚会，我们有桩喜事要告诉大家。是吗？我唐应瑶福气好，姐姐度量大，是善缘就断不了。虽然我不能生养，但是佟镇海却给我老唐家最好的媳妇儿。镇海的女儿佟少奇就要嫁给我的亲侄子唐可凡了。这是缘分，
是镇海，在天上最乐见的。他对印瑶情深意重，少奇又是镇海最钟爱的独生女，他一辈子最爱的也就是这几个人了，今天可以说是亲上加亲。来来来，让我们举杯。来，大家干。来，干杯。干杯。错。不是童振海唯一的女儿，滚出去，把他拉出去，站开，不准动他，站开。少奇别怕，齐飞，我爸是童振海，我妈是齐云生。齐飞啊，她是我爸最爱的女人，如果你们是我爸的老朋友，五年前在灵堂上你们就应该见过我和我弟弟。我不争什么，也不求什么，我就是不准你们假装没有他，不准你们忽视他。他有名字，他叫齐云生。干杯。这是一个局，妈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一个局，就是唐苗社的局。他先让你公开认他，接着让那个野种进来闹场，就跟五年前一样，他妈的旧瓶装新酒重演一次。我早就跟您说过，别让唐丽瑶掺和进来，您就是不听。他哪是人呢？他就是一个妖精，妖精生出来又专门坏事，这下痛快了吧？男人啊，这世上为什么要有男人？这一切不都是男人惹出来的吗？你父亲有了妻还要妾，有了妾还要偷，偷还偷得理直气壮的在外头生养孩子，末了两眼一闭走了。我们还纪念他，纪念他什么呢？纪念他风流成性，纪念他到处撒种，还是纪念他不负责任？妈，你怎么了？要不您上楼休息吧。男人为什么这么坏？你问我？宁舍当官的爹，不舍要饭的娘，只有女人是人，男人都是兽，是畜生。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你会吓我？他进来闹事儿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我，妈，妈，哎，妈，妈。怎么又怨我，又赖在我身上？他妈怎么这么倒霉呀！我
喂，啊，哎呦，白露啊，正想你呢。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你为什么不？谁说没拦啊？你看看我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就是为了拦他，才被那新王给打的。你可以喊人呐。我唐可白，你在气什么呀？你是气他闯进去让童少奇难堪，还是气他听见了宣布你和童少奇的婚事？你是心疼童少奇还是害怕齐飞啊？我厌恶这一切。姑，你骗我，你为什么宣布婚事？我根本不会娶童少奇。那就不要娶啊。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婚姻的事能够长辈说了就算了吗？不娶就不娶呗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样当众宣布？哎呦，你这个傻孩子，就那种场合嘛，大家开心随口一句说说，开心开心助兴助兴而已。你不是随口一句，这都是你计划好的，连童少奇的妈妈都知道，你们事先说好的。说好就说好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人嘴两张皮，不就拿来说话的吗？又没要你真的娶她，就让那母女俩呢从云端上掉下来，空欢喜一场。爸妈，你们先出去一下。出去？去哪儿？干嘛非要我们出去啊？随便去哪儿，就是先出去。我有话要跟姑说。哎，你这孩子真……出去。有话跟我说。姑，我从来都爱你心疼你，但你利用我。我怎么利用你了？你跟张玉英的恩怨说不清，但为什么要伤害童少奇？他有什么错？投错胎？他是无辜的。同情他就娶他呀。我不爱他。所以了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娶谁咱们都不吃亏，要么就要有钱，要么就是要人。这次张玉英可是割地赔款。姑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把齐飞、童少奇当什么了？那两个女孩子都是童振海的女儿啊！那谁来同情我？我恨，我就恨这两个不是我女儿。他们不让我生养，自己却在外面偷偷的生。生呢？生了又怎么样？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败家，一个傻；生了两个女儿，一个残废，一个蠢。生出来都是债，都是欠我唐颖瑶的。我要连本带利给讨回来。姑，你疯了。是谁都会疯，我就是恨。为了泄你这股恨，你连我都赔上了。是你痛快了，我如何面对齐飞，面对童少奇？决定权在你，娶不娶少奇，接不接齐飞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累了吧？这鞋穿了一天，脚不舒服了。妈，我们输了。哪儿输了？输什么了？唐应瑶得意了，她露了脸，她把我们给卖了。输赢不在眼前。孩子，你开心吗？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开心。傻孩子，开心不开心你还弄不清楚吗？我不能开心，因为你受了委屈。那你得开心，否则我的一切委屈都白受了。你要的都有了，妈的一切委屈都值了。
可是他算什么东西？最难看的就是他了，才刚给了他脸，风光还没到五分钟，正说到你爸对他情深意重的，紧接着齐飞和齐磊就进来了。你信不信这会儿全上海都在议论着，你爸前头有我，后头有齐云生，就他夹在当中不上不下，既不是新欢也不是旧爱，三个女人当中就他不能，你不准生养，他得意什么？少奇，你该开心，我们没输。那婚事是他自个儿当众宣布的，你不也在场吗？你也早知道的是吗？您是怎么让他？您让了他什么？少奇，你记住妈的话，不管这婚事能不能成立，都得记住，气不能短。童家闺女是好让的吗？那叫施舍。叫花子上门要饭，童家多的是，赏他一碗得了，再要再给，撑死他换我女儿开心，那还不值？我们是肉头啊。我是你妈，我是肉头，你不是。童少奇，你给我把头抬得高高的，气势养得足足的。这婚事万一真成了，你那叫下嫁，他叫高攀，我就不准你像个委屈的小媳妇儿，否则你妈这肉头都白做了。他不会真心爱我的，我想扇你，童少奇，你就不能有点志气？你管他要什么，管你自己要什么最重要？你不就想要这个男人吗？要去。你究竟让了什么？钱？尊严？夜深了，睡吧。你究竟让了什么？吓人的，你们松开吧。姐姐，这是你第二次带着刀子上我这儿，何必呢？又不能解决事情。说，要什么？钱，我要钱。你要多少？童生给你的还不够吗？他给了什么呀？你倒说说，他给了我什么？就那点骨气，我15年的青春不止那点。童振海养活了你一家子，就那三口。到此为止了，我没儿没女，能让他养的就唐可凡一个人。你呢？秦云生呢？你们各有两个孩子。那是他的亲生儿女，我也能生的。
是你们不让我生的。我就这么守规矩，这么的听话，就凭这儿，我不能多要点吗？那你要多少？要多少你才够，你才满足？可以，少奇有陪嫁，那个谁都要带过去的。我小两口吃喝花用的了。用得着我大姐把你给请进来？你什么意思？嫁给谁都带得去，有啥了不起？我可不是那谁呀、啊，我是陪他爸睡了十五年，忍受了十五年窝囊气的可怜女人。就他那点陪嫁，就想打发我？你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那人女儿啊？很简单，他的陪嫁、你的身家、公司的股份，一个蹦子都不会少。唐威义放在公司做总经理，霞飞路上的小洋房，余姚的朝思房，洪振海老家的地，芜湖的染坊。唐瑶，你不要脸，你连我娘家的老哥都要抛弃呢？你急什么？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你倒提醒了我，我们娘家的祠堂也该收一收了。唐一瑶，贪字跟贫字就差一点儿，贪多一点就是贫，你就不怕？不怕。你别咒我，我要是贫了，你女儿跟着倒霉，她可是我们唐家的媳妇儿。你是想要我一无所有？你的心怎么这么毒啊？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。你要是答应了，见面会当天我就宣布他们的婚事。你想想吧，到时候少奇会多么的开心。哎，你也没吃亏啊，洪家多了一个乘龙快婿呢。买来的，千金难买心头好，你不买后头很多人抢着要呢。行，我买，古稀按年付给皇帝，请婚后过过去。超市场只能给40%，大股是同频川的，动不了。至于你家那祠堂，修吧，反正往后有佟少奇的一块位置。就这么办？等一下，这些条件得等事成了才算数。既然是桩买卖，自然就得按规矩办事。洪少奇和唐可凡故结婚一切免谈。哟，这事儿谁也没你熟练。哎，别客气了，你不是这方面的行家吗？我是买的，你是卖的。痛几杯，痛痛。还躲？痛吗？小心！小心！手伸出来！不先躲，谁叫你躲？谁叫你躲？谁叫你躲？齐飞，宁姐，痛！还认爹是不是？不要打我！我叫你现在起来叫他爹的吗？齐飞，你喊呢？别这样，你喊！齐飞，你在干嘛？你喊！我给你疼，你就喊！你喊！一辈子一样吗？你都认得唐瑶做妈了。说话呢，痛。哦，我看看，哎呦，
疼不疼。季飞生气了，他打我。没事的，他气过了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不疼不疼。哦。要不要去找找他呀？你就帮帮他吧。我帮不了，他自个儿签的字。天宇，你一定有办法的呀。我没办法。天宇，你要真是甩手不管的话，我们以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那可都是白做了呀。谁知道？老董事长在的时候，交办方律师经手的。没有别人知道吗？是。有风声要改营换粮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那我们……别张扬，听我的指示办事。知道了。我说的别张扬，是指连同频川都不能知道。明白。第一件事，要找个律师，不要本地的。你亲自跑一趟香港，从那儿找。是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写个借条，以你个人名义向我借款160万银元。这，160万新银元，要那个律师做公证。这。老季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你是跟着我爹的老人了。大小姐，我信得过你。去吧。哎。老季。哎。给我另外找辆车，找个新的司机。把阿忠换了？不换阿忠。但我要另外有辆车备用，找一个你信得过、口风紧的人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嗯。唐逸瑶，我还能就被你给拿住了？唐瑶做妈了，你知道把你自己给卖了吗？知道。也就是小磊。给他两块糖，就能哄他开心不记仇。你一直跟着我，还需要跟吗？就你这脾气，打完了小磊肯定后悔了，心疼了吧？你要跟小磊道歉啊，别欺负人家傻。最傻的是我。是，你不止傻，而且犟，还是非不分，任人不明。是，你说的对，全对。
这就认了。我不吃。没给你啊。我和小磊，我们完了吧？什么都没有了。人生苦短，先尝点甜的。你说错了，不是人生苦短，是苦的人生特别长，快乐的时间特别短。行啊你，恩斯坦的相对论都让你悟出来了。是的，我想哭，怎么我就这么没用呢？怎么我就这么轻易相信他们？我真是蠢，蠢极了，自己蠢还连累小磊，我恨我自己。齐飞，有我在，一定让你的日子乐悠长。人生苦短，先尝点甜的。凭什么不能带他们回去？天宇不在。要不我先接小磊回去，回头再……不可以。哟，您倒是硬起来了，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的。小磊，先跟我们回去好吗？嗯，我要等齐飞。那好。就是等齐飞回来了，也不可以。嘿，哎呦，还真天下奇闻呢。想想你，你倒有主见了呢。不可以，我是孩子的妈，为什么不能接？你就是不可以。最美是一张嘴，最会错过的相会，柔情为谁，怨怼为谁？就已疲惫，还没往事与非，还没吹散这烟灰，夜幕低垂，梦里相随，互相描绘成了心醉。因为你忘了时间的回忆，